BTS 就国际超火单曲 7 后，最近又推出新歌 3D， 成绩一样超好，人气巨高的他一直以来却饱受私生饭骚扰。近日他开直播跟粉丝互动时，有粉丝说到想和他一起喝酒，结果他的一番话直接掀起大家心疼。나랑마시고싶어뭐주소불러줄까나내집주소다알걸다올라와있잖아이미유튜브에치면나올걸아마其实旧国家地址早就被外流，五月时他还曾对私生饭喊话，不要再外送到我家了，就算给我我也不会吃。如今他再次提起隐私外流一事，虽然有点小无奈，但他也坦言自己不在意，我觉得这是我的宿命，只说需要在意的大小事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要在意的话要到什么时候。不过他也严正喊话不能真的找上门来，淡定的态度让粉丝超级心疼，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能淡然说出这种话，拜托大家都给艺人留点私人空间吧。